掌声欢迎全马最火红的舞蹈团体 Go！六，终于来马来西亚，我们当然要参加。昨天在 Underground 比赛有看到你，那又怎样？我知道你很会跳舞哦。以后不要再和他来往。为什么？我不想再看到你和他来往。听说某女团在争女生，有没加入？我们现在可是明星女团，能说你加入就加入的吗？哇塞，他们舞风太硬了吧，会打起来嘞。因为赢了可以得奖金啊。那我不是可以帮我把还债了吗？我们是舞蹈团，你们是舞蹈团，我们是舞蹈团，我们是舞蹈团，我们是舞我是谁？你只要知道，你是我未来的手下败将。场上见了。